老板，来份烧饼加里脊，味道老样子。你能不能够快点？哎，多少钱？啊，钱已经付过了。我什么时候付的？半个月之前就付了。生日不需要你给我过了，我不想再浪费青春等你成功，就这样吧。三年的感情你说放就放，我想知道我到底输哪了？输给了现实，花200块钱买礼物送人，你还是送我自由吧。放手啊！都还一个人。老板，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，这2000块钱原本打算给他过生日用的，现在看来也不需要了，就放在你这里吧。要是他每次来你就从里面扣，要是他不来你就自己留着，毕竟在你这里曾带给我最幸福的时光。我不要这么样，每回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寂寞难耐，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曾在梦境内，我又默过你这不景。吃完了上来吧，搞得一车都是味道，难闻死了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论你我各有角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有关系。